警察林检。恁那雄雄来林检啊？还有人检举进行酒店有毒品，而且是掺的酒给人客饮。我闻到一个足奇怪的味，是唯一都有人可以酒团出来。真美，歹势啦！恁店的唔哪有代志，而且代志大条。恐惊你这个代理负责人来去用乖。我跟你妈妈有去看高文扬了。想做要讲到伊。从今以后，我每天都会在这等你下班，不管是透风也是落雨。I will always be here for you。洪明的媳妇哦，啊，想要甲洪明娶走呢。你找无啊？你冤仇人这么多，谁想怨恨你？谁有可能是要陷害你？你也来跟我讲，就是你啊！奇怪，俊贤哪个袂来？我好惨笑，真正感冒发烧啊！不是公公，你要陪着我的身躯边，你哪样安尼就走啊？迄天咱伫个餐厅拄着咧育幼院的院长，讲什么问题想要问伊啊？比如讲是啥物人，甲你送去育幼院？这个代志我不想要知影啦。黄水大，人咧讲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，无你甲阮大家真正会当替你想着办法解决咯。其实我早就查出来，要害阮爸甲酒店关起来人是啥？你若真正想要抓到这个财产，你都要想办法，我会主动献形。有你惦心意，讲出我爱你，这是幸福的滋味。温柔的情意，写在你眼神，你的名刻在心内面。一人一约定未来的